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 Software Surfing 呢个节目。咁记得喺一个月前呢就做过有一个 Photoshop 嘅文字基础处理嘅。本来呢我是想一连两集讲呢个文字处理嘅，但因为出咗第一集之后呢有好多朋友问我一啲嘅其他嘅问题啦，所以呢就一个月后呢先出到第二集。咁如果大家朋友未睇过第一集嘅话呢，可以去翻 Software Surfing 第60集里面呢睇返我哋第一集嘅文字处理囉。咁今集呢我继续讲返其他嘅同文字处理有关嘅效果啦。好，首先打返开我嘅 Photoshop 先啦。上次嘅文字处理呢最主要集中咗喺呢一部分嘅，我打开呢度呢 ,double click 呢。喺呢度呢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样式。咁我哋呢上一次嘅已经讲过每一个唔同嘅样式嘅分别啦。咁今日呢我哋主要呢去另外一部分嘅。咁只要呢我哋喺呢度呢 double click 呢个 T 字呢，你会见到喺我哋嘅 Photoshop 嘅上方呢有一个嘅 icon 㗎喎。呢个 icon 呢类似一个王字咁样。我只要按一下打开佢，咁会见到一个视窗啦。咁视窗呢里面呢有个样式啦。咁我只要打开佢，有唔同嘅选择嘅，咁我去睇下一啲选择分别啦。譬如我第一个有一个嘅弧形嘅，按上去之后呢明显见到呢个文字呢变成一个向上弯曲嘅弧形啦。再留意一下喺下方有啲嘅数字有改变㗎喎。好似呢一度呢我只要将佢拉过嚟呢，呢个弧形呢就有变化啦。本来向上弧形嘅话，我去拉过去呢就变咗向下弯曲喎。除此之外呢有呢一个叫水平扭曲。你见到呢个字呢有明显有个分别啦。亦都有个垂直扭曲啦。个字呢不停咁去变化啦。喺呢度呢我调校我哋适当嘅数值呢就可以产生唔同嘅变化效果。咁除咗呢部分之外呢我仲有其他嘅效果㗎喎。我哋都可以再去睇一睇嘅。我再按下黄字啦。总共呢度有四个部分嘅，咁我唔会逐个部分大家示范啦。或者我睇下喺第三个部分里面呢有一个类似嘅波浪纹嘅效果喇。按落去呢见到个文字成一个波浪。只要我哋想个波浪呢几大呢，我哋都可以透过呢度呢我做一个调校嘅。咁完成咗之后呢只要按返确定啦，按返呢个箭嘴呢你就见到呢个文字呢得到唔同嘅变化啦。除了我们可以用上方这个王字做一个文字的扭曲变化之余呢，其实我们上一次所教的这一类的文字样式呢仍然可以套用在一起的、哦、就类似阴影啦，按下去之后呢你见到一个字呢就产生一个阴影效果啦。那跟着的部分呢我们除了我们可以将它扭曲之外呢，我想做一些的文字的高矮肥瘦的变形、哦，咁而家想將呢個文字呢我還原返先。咁喺呢度呢我亦都想一提啦。咁如果我想將一個文字分成兩行嘅話呢，如果正常我哋 Part Enter 呢就落唔到下一行㗎。咁我只要呢，咁我點做呢，我只要呢我哋 Shift Enter。你見到呢喺呢個位置呢我哋個 Cursor 落咗喺下一行喎。咁我哋可以呢再等文字啦。咁而家見到我哋有兩行文字啦。再 double click 返呢个 T 字嘅位置啦。我之前用过呢个类似王字 icon 啦，今次我揀隔离呢一个啦。按落去你都会见到一个文字选项嘅。其实有部分呢同我哋喺左上方嘅系一样㗎喎、哦。类似呢个字型啦，我哋都可以揀唔同嘅字体嘅。字体亦都变化咗啦。或者好似佢个字型嘅大小啦。好，咁我还原返呢个正常大小先。睇下我哋隔离㗎啦。呢一部分呢就係、是、一个行距。咁我调整行距嘅话呢，我只要呢揀唔同嘅行距就可以啦。我的字嘅 size 呢係200像素㗎。如果我揀72像素嘅话呢，即意思话佢个隔行係72像素喎，其实会令到两行文字呢重叠咗。或者我睇睇。
你会见到两行字咧就会重叠咗啦，因为咧我哋个字嘅行高咧系唔足二百，所以咧两行字咧就会重叠咗啦。咁我想将行字咧比较正常啲嘅距离嘅话咧，咁我可以用二百以上啦，譬如我用二百五十啦，咁两行字咧个距离咧就比较正常翻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好似呢一个啦，按落去呢一个系一个字距离噶。咁譬如我夸张啲，我用二百，你见到咧每一个英文字嘅距离咧系大咗咯。相反啦，如果我将佢系缩翻细嘅，譬如负一百，头先啲字咧系正常嘅阔度距离，而家咧就将佢逼埋晒一齐咯。好啦，跟住呢一个咧都系一个缩排嘅。同类似上面嗰个差唔多，所以我就唔再讲呢一个啦。我想喺下面部分啦，呢一个咧就系个字高。嗱，记住呢个字只系我将佢拉高，唔影响佢个行距噶。留意一下，而家呢个行距咧仍然系用紧250个像素嘅话，咁如果我呢将个字啊个高度拉高一倍嘅话，200%，发觉个字咧又重叠咗咯。咁如果我哋想将呢个字咧分开嘅话咧，我要将个行距咧亦都可以加高咯。我用400嘅话咧，你见到咧佢就会降翻落嚟啦。好啦，最后呢部分咧，呢个咧就系佢嘅字嗰个宽度啦。嗱，字宽度同头先我哋嗰个字距系唔同嘅，我系将个字咧拉阔咗。咁譬如我而家我想将佢加阔50% 啦，所以我哋150啦。你见到个字咧拉阔咗啦。呢种放大方法咧，同如果用字形嘅像素放大咧，有少少唔同噶。字形像素放大咧，系会令到个字咧喺一个正常比例之下去放大。但如果用呢种方法嘅话咧，我只系放佢个字嘅高度啦，或者字嘅宽度，亦都可以做一个缩窄。譬如我好似话用翻80% 啦，呢个字咧就会缩窄咗啦。我哋睇下方呢部分嘅 icon 啦，譬如呢一个我哋 T 字，你见到咧个字咧意思话系加粗嘅，呢一个咧斜体啦，跟住第三个又见到两个 T 字嘅，意思话咧将全部变成大街，呢一个咧有个大 T 细 T， 按落去见到仍然系变成全部大街，不过。原先是大街的个字呢是会正常大小，原先是细街的字虽然变成大街，但它会缩细了的。咁其他部分呢，这两个呢就有一个缩细字啦，这个向下缩细字，这两个是比较少用一点的。最后这两个呢，这个呢我们都很容易明白啦，我们加入底线去啦。这个呢中间有个删除线。今日咧讲两部分嘅基础文字处理，咁啊而家时间你都差唔多，咁我哋喺未来咧再教大家做一啲嘅文字处理嘅特效啊，咁啊今日去到呢度啦，咁啊下次再见，拜拜。